透过软硬体不断升级的航空业者，今年欢庆成立30周年，特别请来了世界球后戴资颖拍摄全新品牌形象广告。 透过影像捕捉戴资颖专注投入乐在挑战的真实感受，成功就是享受将一件事情做到最好，就像品牌乐在飞行的理念，也希望能将这份正向能量感染更多人，鼓励大家乐在其中，开启精彩人生。